我终于加入了解放军的队伍，但我还是按捺不住内心的兴奋。咱们明天还按日期进行吗？照常进行啊。就咱们这辈人啊，我怕咱坚持不住，要是半道退出啊，那可坏菜了。不能，你放心吧。人做事得有头有尾，老英雄来了，那时候开会前我都满口答应，咱们必须从头到尾陪好，帮助人恢复记忆。现在半道已经上锦州了，我开始也要去，反正因为点原因咱们没去上，能去就去，不能去就不去，这不力所能及吗？你怎么什么事都参与？你这这么大岁数在家待得了呗？你看人家那些年轻的，对不对？这光年轻，他中间没有咱俩这中间的这力量，他不有代沟吗？不是，咱俩去扮演谁？人衣服都够数了。哎呀，你这一点上进心没有。明天我搁象山再调俩人，把你俩换回去，行了吧？我指定能挺住，我就怕他挺不住。谁挺不住啊？你有事老往我身上推。你叫什么？报告，我叫周永群，你就留在通讯班。我觉得不公平，我跑第一啊，本来应该分配到作战部队。为啥把你要留在通讯班？就是因为你跑得快。一名优秀的通讯兵，他有可能决定一支部队的生死。这个呢是一封家书，是朱爷爷的老战友在一次战斗冲锋前托付给他的。这朱爷爷60多年一直在找他们家，想把家书呢交给他的家人，都没找到。清楚的就一个名，李长福，这住址咱都不知道啊。现在咱们一切都是按照计划来的，朱爷爷的精神状态一天比一天好。另外我要告诉大家，我们要把自己当成一名真正的女兵，一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。作战部队得有枪，瞅那玩意儿干啥呀？哎，干啥？我看看。那不能上手啊。我摸摸怕什么的？那能行吗？这个距离你只能是看，你不能摸。你这戏演的有点过分呢，你这给朱爷整伤心了。不，你告诉我的吗？分到作战班就高兴，气他。哎，你们看，他们演的还挺真的，朱爷都没发现。哎呀，你俩别吵了，要不然发现了咋整？关门了，站住！说你们的，都给我进来。他说咱们通讯班呢，就是个跑腿的，跑腿的跑得快。你说这话气人不气人？你说过分吗？你这谁能不生气呀？瞧不起人。走，我带你上他们班去，今天必须让你摸着枪。你少嘚瑟，你那天拿了个破枪到我们班故意气我，我们全班人看着都生气。对，赶紧把枪拿过来，让永群摸一摸就完事了。凭啥呀？不可能，能随便摸吗？那咋的？你是不服呗？啊，你说咋的？比划比划还是咋的？就这场地吧，咱们摔跤吧。行啊。这也不像演的呀，这是真摔呀。哎妈，那咋整啊？去拦一下嘛，别出事儿了。